王晨，你死哪儿去了？年年生日都找人勾引我，你今天是不是玩太大了？你是不是真想跟我断交啊？靠，这不那什么东西啊？干什么？这人也太奇怪了，刚才撬我家地板，现在都开始钻木取火了。你是真要开烧我家客厅啊？二叔，你有啥要治？我都会死人的。我这辈子只爱陈美如一个。 不是二代，但我确实富，富可敌国。日记里的人，长金乱，那我们就只能亲手除掉他们。陈美如，这么丑。 跟王子的妻子不法，我卑微的只剩下现在。从12岁的时候就喜欢酒店，对他念念不忘，能是生前最疼爱我的人，一定能理解我现在的心情。有你邪气上头了，大嫂！哥，你在笑是不是？来，转过来，你看我不打死你。